要干什么？释放，助你破阵。他这是要血祭释放阵，放出青羽鸾鸟。灵叔，灵叔，停下！你的命救我，是林如来之让青竹受苦了。将青羽鸾鸟拿下。是。如今的御灵师竟想用这么低级的阵法困住我，叫宁若初出来见我。竟敢在万花谷撒野，还对宁师祖不敬。我说让宁若初出来见我，否则我便拆了你这万花谷。万花谷谷主林苍兰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有黎叔在他不会有事的，而且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活下来，逃出去。林是后辈，宁若初好歹是长辈，竟让徒子徒孙出来挡祸，自己躲起来当缩头乌龟。鸾鸟祸事不可留，住！好，正好让我活动活动筋骨。
初，你要当缩头乌龟当到什么时候？说，他躲到哪儿去了？当初既敢骗我入阵，如今连见我一面都不敢了吗？住口！逝者为尊，岂容你随意谩骂？逝者，逝者，逝者！你说什么？逝者！当初宁师祖为了将你封印在十方阵内，以身为祭，已陨落千年了。诸位，今日我要效仿先辈，将这青羽鸾鸟重新封印在十方阵内。解药了啊！有解药了。解药？什么解药？小星，给这些解药先给你。等事态平息之后，你找一个可以出谷的机会逃出去。到时与我会合，我再告诉你这一切。你现在快走。哦。露露，这解药你拿着，到谷外等我。那你呢？长夜还在四国谷，说好一起走。总不能食言吧？哟，我陪你一起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洛洛，解药和零食都给你了，你总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着，让我放心吧。可是，洛洛，听话。那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如果你食言，我杀也要杀回来把你带走。嗯。金主，啊，沈三月，还愣着干嘛？你手上有灵书的灵丹，杀了他！你居然死了！宁若初，你有胆量骗我入阵，就没有胆量活着等我出来吗？也敢学他！打破十方阵法，一朝一夕根本做不到。你在万花谷找到十个阵眼，究竟花了多少时间？三月，你当初接近我，也是为了他，对吗？你为了救他，不要命了，也不要我了。你让我像一个笑话。you
坚持住，十方镇江城。对不起，郡主，带他走。地方再待也没意思。十方镇集成，你走不了了。哼，区区残阵能奈我何？追！是。糟了，林苍兰八成重启了阵法。这鬼地方不会刚好也是阵眼吧？大伟哥，你别跟那么傻，真的还在里面等我吧？哎呀！结界都破了，你为何不跑？你说过让我在这等你的。你这呆头鱼。雪师姐和青羽鸾鸟为什么不见黎叔？长夜，长夜，长夜。
快起来。长夜，为何替我挡下那一劫？我不想你受伤。用不了灵力，他伤得这么重，拖下去可不妙，得尽快找些水，让他能温养疗伤。伤口疼吗？疼，但你没事就好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从人间学来的，可以让受伤的人好受一点的特殊法术。摸一摸就能好？嗯，摸一摸就能好。但我现在还没好。会好的。真是漫长的法术。长夜，我在这儿施展不了灵力，我身上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疗伤。我去四周看看，哪怕找点水源，可以让你汲取点力量也好。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回来，不要乱动好吗？云禾，这里雾这么大，我怕你回不来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你拽好这一头，到时候等我找到水源，我就能顺着这条线回来。你知道吗？有红线相连，便可千里姻缘一线牵，携手白头共到老。只要捆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走丢了。所以说，我能不能回来，能不能活到老，就看你了。好大的水潭，别说给长夜疗伤了，连沐浴都够。禀公主，四过窟内鲛人不见踪影，金云河也不见了。公主，是否身体不适？可是刚刚受了伤。青叔，家派人说去找，一定要找到他们，快去。是。偏偏在这种时候出这种差错。云禾，嗯，我泡完水之后伤都不疼了，再抹点药就能好。
这么快啊？嗯。嗯，果然人长得好看，穿什么都合适。随便翻出来的一件旧衣服，都这么合适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不是刚泡过水吗？怎么身上一滴水都没有啊？为什么会有水啊？我们鲛人爱洁重仪容，离水之后，衣衫和头发皆再无失意。这么讲究？你要不要泡水啊？我还可以帮你沐浴。不用了，我还要整理一下屋子。那些都是你变出来的？是那个柜子里翻出来的。说的还真是奇怪，青云鸾鸟被关在十方阵内，这里倒不是刀山火海，反而是一片世外桃源。难道说青羽鸾鸟被关在这里的这些日子里，给自己打造了一片新的天地？青羽鸾鸟？哦，它是在海里的时候我好像听说过它，应该挺厉害的吧。嗯，它在这儿被关了千年。那我们是不是会遇到它？不会，它已经逃出去了。所以刚刚都是因为他？是，整个万花谷因为他而大乱。那是挺厉害的。啊，对了，云禾，黎叔和雪三月现在怎么样了？林浩清说他们相恋的事情被发现，要受到刑罚。当初约好了大家一起逃出去，可如今黎叔和雪三月……罢了，这傻鱼本就与这些事无关，何必让他多添烦恼。他们已经没事了，都已经解决了。你帮他们解决的？嗯。那你也很厉害。这个送给你。你哪来的花啊？黎叔给了我花籽，他说女子配花会很好看。当初黎叔与雪三月也是以花定情，却那般收场。这花如今看着，还真是讽刺。这花儿既不能当零食，也不能拿来吃，倒不如给我一些灵芝，我可能还会更开心。好啊，那以后我就给你种灵芝。眼下逃跑最要紧，旁的就别多想了。你在这里好好养伤，我出去探探路。大尾巴鱼。嗯。以后如果再遇到什么攻击，你不用替我挡。换作你遇到危险，我不见得会舍命救你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没穿衣服？我本来想抹药的，结果手一滑就摔碎了。哎呀，知道是什么药我就乱抹。过来，坐。真是稍微不管你都不行，都怪我，之前不该把你照顾得那么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药吗？你就随便乱抹。别学我说话，我身经百战，山药是什么味儿我自然是熟悉的。云禾，你也挺奇怪的，你嘴里说着一套，做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套。我是说不会舍命相救，抹点药算什么。好了，把衣服穿上吧。现在时间不早了，不然我们先休息睡觉吧。等等，我们不能一起睡。为什么不能一起睡啊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既然到了岸上就得懂岸上的规矩。之前不是都一起睡过吗？你现在身上有味道。啊？没有味道啊。那你在屋里睡，我出去睡。哎，外边那么冷，不然还是我出去睡，你在屋里睡吧。哎，
哎，算了，都在这睡吧。不过只此一晚。好。哎，过来呀、啊。为什么要在下面睡啊？如果真的不喜欢和我一起睡的话，我还是出去吧。哎，别别别，睡睡睡，我睡我睡，你好好躺着养伤，别动。大尾巴鱼，你这讲死理的样子，在岸上可是要吃大亏的。等明日长衣的身体再好一些，再告诉他分道扬镳的消息吧。小心，季云和一声不吭将鲛人拐跑，谷里的兄弟为了寻他，一天下来连水都没喝上一口，他行事这么没规矩，你又何必替他兜着呢？是啊，你但凡指一个方向，咱们也不至于像蒙头苍蝇四处浪费力气啊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，你们再问也是一样。你这不是让我们为难吗？少谷主，退下。是是。少谷主费心了，我与云和虽是朋友一场，但是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当然不知道，他跟鲛人一起掉入十方阵了。什么？以他的性子，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出阵。届时，我要你赶在所有人之前去接应他。你的意思是，让我去救云和？不愿意啊。可是，你不是和云和入股吗？现在他是万花谷的罪人，你做这些事情，一旦被谷主发现，就算你是他亲儿子，他一定会重罚你的。我知道。那是为什么？林浩清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不用你管，做好你该做的。尾巴鱼，别再对我好了，我怕我会舍不得你。云和，出来看看。云和，出来，云和，快来，你看。你伤都没好，抓什么鱼啊？这里用不了灵力，我觉得食补也许可以恢复。这种鱼的味道非常鲜美，都是给你的。长夜，你对我很好，但有的时候你对人越好越会让人有负担，你懂吗？你对我也很好啊。这傻鱼，几分真几分假都分不清。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负担。其实，
你可以对我再好一些。你可以别说话吗？好，我不说，那你说，你心里有事吧？能看得出来啊。你说话都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不着急，我可以等。我的寿命比一般的仙人都要长。若是顺德知道你开口是这个风格，他定然会后悔下这个命令。我不知道你心里究竟藏着什么事，但你不说，就证明还没到时候。没关系，你快吃吧，不够的话我再给你抓。怎么回事？长夜，你是否觉得入水之后伤口好得更快了？伤口？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说就好了。是啊。那有没有觉得有灵力注入身体的感觉？但这里也用不了灵力啊。青姬能再次以灵力造物，又出现了这些水里的鱼，想必这里一定有流通外界灵力的地方。只要能够找到这个源头，我们定然能逃出去。再说黎叔打破过这个十方阵，我们要想逃出残阵应该不难。鱼是从水里抓出来的，难道源头就在水里？不是已经破阵而出了吗？难道又被封起来了？雨林师，我要吞了你！他离不开水。他不是青羽鸾鸟，他是鸾鸟的附灵。附灵？大概是因为青羽鸾鸟他心有所念，念有所知，始终无法放下。这些情绪一直被压在阵底数千年，始终无法开解，就形成了青羽鸾鸟的附灵。你们御灵师薄情寡绪，都是负心汉，我嫁一个吞一个。有本事你就去找封你那个御灵师，拿我们撒气做什么？我要找，我要找御灵师报仇。是宁若初，他将我囚在这十方阵中。为什么要关我？为什么要关我？为什么？我们先进去吧，等他冷静一点再说。你是说，出口就在潭水的下面？对。虽然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那潭水，但是我能感受得到里面有灵力在流动。虽然那灵力非常的微弱，但它的确是存在。如果我推算没错的话，这个水潭应该与十方阵的某处阵眼是相通的。若在以前，这十方阵自是十分强大，但自从青羽鸾鸟破阵而出，即便它再度闭合，也只是个残阵而已。只要我们能撼动这个阵眼，那我们定能破阵而出。只是这个附灵对御灵师实在是太过于敌视，我只是轻轻碰了一下，他就出来反击。我们得想一个什么办法来化解他。你已经有主意了？长夜，你也非常想逃出去对不对？嗯。现在我们两个人的灵力都不能用，这个附灵又那么厉害，我们肯定打不过他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定是不能硬闯，要智取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我有一个法子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什么办法？这傅灵不是说了吗？他是被男人骗了，受了情伤。治疗情伤最为简单的法子，
便是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生得这么好看，不如你去诱惑一下他。不好，你怎么能把我推给他呢？这不是把你推给他，我又没让你对他做什么，只是用一些好言好语去哄哄他，让他心里能够开心一点，打开这个心结，这样我们不就可以逃出去了吗？不行，我们鲛人从来都不会说谎，也不会骗人的。但这也是善意的谎言啊，这世人说谎并非全部都是心思狡黠，有的人他是有口难言，有的人又是情非得已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碰到这样一个人，难道不能变通吗？父亲说过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善意的谎言，那都是自欺欺人。对于我们鲛人来说，谎言是绝对不能被原谅的。你们鲛人果真是纯善。嗯？那无妨，就由我来吧。你怎么来啊？你又不是男的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话本中没有任何一位女子可以抵挡住书生的诱惑。帮我晚饭。啊？你是谁？是我宁若初。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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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青儿。可以让我过去吗？你怎么到现在才来？你说过要来陪我的，我等了你很久。抱歉，可我知道你一定会来。这么久，你都去了哪儿？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没能按照约定来陪你。但是我一路上都在想着你，晴儿。你会不会又是在骗我？去了一个很冷的地方，我怕我会忘记你，所以我便将它系在腕间，从未取下来。我比谁都要想来找你啊，晴儿。或者说是亲戚本人，他自始至终打心底里都觉得无论多久宁若初一定会来找他，所以这个十方阵内进来的不管是谁，是男是女，只要说自己是宁若初，他就会认。他认的不是这个人，他相信的是宁若初。千年孤寂，生怨生恨，但这些情绪其实只用一句话就可以尽数化解。只可惜，我没能让他跟真正的宁氏族相见。
眉梢眼睛都是雨，眼前沧海的一滴，时光如梦盘旋成了你，银河泛起涟漪。你的歌声还能入手，若初，我终于等到你了。抱歉，我来迟了，但其实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现在我也该去找你了。从此乐游山的山水星河，永远只属于你和我。五行来说，水主盛，现在水正在急退而去，应该是生路被切断了。这个十方阵马上就会变成一个死阵，如果想要出去，就得跳下去。那离开之后，我们去哪儿？我以为我还能好好考虑一下，却没想到现在也没有时间再计较了。你是怕我们离开之后，会像前辈那样分离？前路未卜，我也不知道。不如我们就用法术来决定吧。法术是谷中弟子在人间学来的，是最简易的法术，是以手指屈伸来做诀，彼此相搏。我教你。我数一二三，你从刚才的手势当中随便选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我赢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赢了，我跟你走。我赢了，你跟我走。总之，就是不分开。言不语，我来起镜中自己。以前我总是一心想着要逃离万花谷，为此我可以忍受很多，放弃很多，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为了追求自由。但现在我才明白，那不是自由的意义，也不是活着的意义。我不想像这傅林一样耽于过去，不管未来的路会是何种结果，我们都一起去看看好吧。你是说不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？从今往后再无谎言，永远一直一起。交出给我了，是信物，也是给你的承诺。你们交族给交出的方式都是这样的吗？还是你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本？再奇怪的画本，也是你给的。
真是把你教坏了。怕吗？只要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在遇水之时唱的歌是什么歌？鲛人之歌，赞颂自由。是时候可以唱这首歌了，我们就要获得自由了。青儿，你喝的太多了。你死了，早就烟消云散了。你若初，在十方镇下时，我是一心想着和你的千万种结局。千万种报复，我才熬到了现在。没想到你居然死了，你够狠，就这样一死了之。你让我杀你却杀不得，我这千年到底是为何而存在？为何？为何而存在？和黎叔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带你回来后，你就不吃不喝不说话，我还以为你一心求死呢。如今看来，倒也没有这么废物。你到底是他什么人？他为什么会愿意为你而死？早前他欠我性命，如今归还也算两清，与你何干？你们两清，那我又算什么？你们二人之事，为何要带上我？所以你就想杀了我？你是想替黎叔复仇，还是想提着我的头回万花谷投诚？事到如今，你觉得你还能回去做你的御灵师吗？为黎叔复仇，我又算得什么人？从一开始，这一切就都是假的。穹凌峰相遇是假的，每日相守是假的，甜言蜜语是假的，就连身份都是假的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庇护法这一觉睡得可好啊？
我怎么又在这儿了？护法在出阵之时，挑了个好地方，与那鲛人一起，正好从谷主后院池塘中破水而出。谷主见护法昏迷，便命我先将你送回此处。护法还不知道吗？那方池塘便是十方阵阵眼之一。护法为何发笑？真是可笑可悲，我以为我看见了光，却没想到只是转瞬即逝的时钟火。这鲛人呢？鲛人拼死守护护法后也被抓捕，目前关在思过窟。你们打算如何对他？季护法还是担心自己吧。此次十方阵之乱，雪三月叛逃，黎叔伏诛，皆无从问罪。现下所有人都盯着你这勾结鲛人逃谷的罪名，你还是想想如何为自己辩驳。谷主，姬云和身为护法，理应守护万花谷，而他却趁着青羽鸾鸟作乱之际，欲带鲛人潜逃，实在是罪不可赦。还望谷主严惩，以正风纪。还望谷主严惩，以正风纪。云和，你如何解释啊？林苍拦着老狐狸，我若承认，定会丢了训教资格，再也无法见到长衣。我若否认，长衣便是犯了私逃大罪，要遭受极刑。谷主，云和无罪。那日我并未参与青羽鸾鸟一战，是因黎叔破十方阵之后，我观阵法金光朝思过窟而去。我忧心鲛人会趁此逃脱，便前去检查，意外坠落了阵中而已。简直就是狡辩。当然，与青羽鸾鸟一斗，事关万花谷的声誉固然重要，但如果让鲛人逃脱开罪先机，万花谷的声誉也难保。如今看来，要留下鸾鸟多我一人也是不太可能，但如果想要留下鲛人，只我一人便可。季护法所言极是，没想到季护法年纪轻轻，面对大局比我等老朽看得还要透彻，真乃万花谷的希望。我看你真是一派胡言。我且问你，若非季护法与鲛人勾结，那抓捕之时，鲛人为何要拼死护他周全呢？鲛人护我有何不可？玉林便是要官变其心，令其心顺。鲛人的脾气，诸位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我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令他对我顺服罢了。这难道还成了罪过不成？说的有道理。那依你所言，鲛人应该完全顺服于你，怎么至今还不能开口啊？一再拖延。若误了先机之令，又当如何呀？此乃云和失职，云和认罚。好啊，那便该受赤尾鞭二十，以儆效尤。小人！我小人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云和认罚。不要打他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徐小星，你这种时候带鲛人来添什么乱呢？禀谷主，鲛人方才在思过窟开口，属下不敢妄作定夺，唯有带他前来，当日真相当众询问鲛人，自然最为方便。若想免受皮肉之苦，必须如实交代当日在思过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是如何逃脱？又为何护着纪云河？十方阵破，我不慎掉落，是他救了我，我感激他，所以你们没有理由打他。既然鲛人已开口，那这二十计赤尾鞭，云河还需领罚吗？
恭喜谷主，仙姬的第一个愿望实现了，护法是功臣啊。免了。谷主贤明。恭喜谷主，贺喜谷主。小心，带家人回去，好生照看。走吧。没想到他这么听你的话呀。谷主，鲛人脾性敏婉，还需以怀柔之计方有所得，还望谷主可以特许，以后我与鲛人相处之时，有权命令他人离开，或者停止惩罚鲛人的行为。若能达成仙姬所愿，我自然支持。多谢谷主。云和，你过来。你训鲛有功，当赏。和坏云和，你竟然失约！洛洛，你何苦要回来？我要是不回来，谁来管你啊？黎叔和雪三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这里真的不能再待了。这回我就算是扛，我也要把你扛出万花谷。洛洛，我还不能走，长夜还在四国谷。那我们的先导不作数了吗？你真的要下定决心，跟长夜去东海了吗？林苍兰是不是又折磨你了？来，把解药吃了。糟糕了，啊！谷主前我告诉你一声，那些是清凉去火的药丸，护法需慎用。这不是会令寒霜加剧吗？你们，看来谷主知道我去偷药，还偷偷在内殿放了假药。既然早就知道这一切，为何还要耐着性子陪我演戏？直接给我一个痛快不好吗？刀锋未成，磨刀石怎可丢弃？护法所做之事，谷主心如明镜。谷主留你一条命，还保你护法之位，你应当叩谢谷主的大恩才是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谷主要我提醒你，鲛人虽顺从于你，可护法也别忘了自己该听命于谁。这几日便在此处好好反省。云和会没事的，对吧？你还好意思问？云和现在忠心耿耿，深得谷主宠爱，若非被你迷得七魂八魄，怎会萌生逃出谷中的想法？若是成功逃脱也就算了，偏被你这个东西拖了后腿。我不是东西。你就不是个东西。我要见他，
云鹤眼下在谷中地位岌岌可危，你给我老实点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也怪我未能及时接应到你们，可谁能想到谷主后院那方小池塘竟会是个阵眼呢？少谷主，从今日起训教之事由我全权接手。可是谷主已经答应云和啊。在万花谷里我只听一位御灵师的话，那就是纪云和。我这师妹果然有办法，最后你还是乖乖开了口。少谷主要干什么？训教第二轮断尾。干什么？训教第二轮断尾。除非我自愿，否则即便我死了你也不可能斩断我的尾巴。事已至此还想顽抗？黎叔已经死于非命，青羽蓝鸟带着雪三月逃走，没有人帮你们了。黎叔死了？英雄救美，烟消云散。对了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纪云和身上的寒霜禁制已经触发，如果没有解药根本撑不过三日，你若不想他冰封永眠，只有断尾才能救他。云和怎么样了？啊，外面有何消息？一直没有动静，曲小心应该把话都传到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快到极限了，你真的要为长野拼上性命吗？洛洛，你不知道，在被抓回来之前，我跟他去过一处很美的地方，像是离开了万花谷，过上了我梦寐以求的生活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心里安稳，就不会那么冷了。我应该能挺得过去。那，你跟我在仙岛生活，就没有盼头了吗？洛洛，我逗你玩的。
我给你倒了热水，赶紧喝下。洛洛，你还是如此的鲁莽，水都没倒就给我了。为何变不回来了？长义，父王，长义，你背叛了焦祖，背叛了大海。不是的，是你们教导我，遇到伴侣，要一生一世保护他，忠于他。长义，我儿，世间没有两全之事，你已献出了焦珠，又失去了鱼尾，你再也不能回到大海了。不是的，父王。不是这样的，父王，父王，父王，想好了吗？不要相信任何人所言。你若轻易屈服，他也难逃惩罚。只要你不断尾，他便不会有事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他说什么你都相信？好，我带你去亲眼见见纪云河。就算放你进去，你救不了他。他怎么了？寒气上行，双目失明，再过不久，经脉冻住，血液凝滞，最终彻底病发。云河，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。你不是告诉我说？他们只是吓吓你而已吗？为什么现在都结冰了？
是我的命数，你千万不要告诉长夜，他多信我一日，他就能多活一日。我不要你有事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快救他！你断尾我便救。季云和的话重要，还是他的命重要？教人之尾，已化为此珠，好生看管，择日献给仙姬。把药给我。看来还是老天可怜我，在我将死之前能梦到你。你没做梦。长夜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
我不是跟你说过别人说什么都不要信吗？为何不听？鲛人断我是为背叛鲛族，再也不能入海了，你难道就不想回家了吗？我想，但我更不想你死。长夜，长夜，洛洛，快来，帮我照顾好长夜。哎，云禾，林浩清，退下。baby， 身体好些了？少假惺惺了。这是你跟我之间的事情，有什么和你冲出我来？你不择手段对付一个纯良之人算什么？云禾，你想清楚了，雨玲本就是我们的侄子，为了个鲛人命都不要，这算什么？无论你说什么，我要的从来只有赢。现在我们平局。七护法大病初愈，好生休息，鲛人押回思过窟。是。站住，我看谁敢进。师妹这么心疼他，随你，我劝你想清楚了，想保谁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，免得到头来头破血流一场空。怎么样，高热退了吗？高热是退了，只是不知道何时才能醒过来。云禾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心里好痛，好像有千万只虫子钻入，啃食的我根本喘不过气了。我就说过，感情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的余味恢复吗？对不起啊，云禾，我查遍了很多书，实在是没有找到办法。而且，当初顺德仙姬要断他尾巴，除了想要惩罚他，让他与大海失去联系，也是因为他的一句喜欢吧。喜欢那漂亮的鱼尾，做成的灵光裙。仙姬口中一句轻飘飘的喜欢，好生金贵，甚至可以颠倒是非。你要干嘛？他既能修炼出鲛主，定是鲛人族万里挑一的天选之子，便是断了尾，族人也不会轻易放弃他。我要去找其他人，我要让长夜回家。林灿兰现在对你看管严密，我们现在连万花谷都出不去，还怎么去东海啊？他变成现在这般模样，都是我欠他的，我欠他的，我总要还。你放手，洛洛，洛洛。如果你真觉得欠我的，要怎么还，我说了算。你最想要的不是回家吗？如果真的回不去了也没关系，心安之处就是家，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。
说话都这么利索了，还要学？你伤还没好，我帮你。嗯。逼我的是林浩清，段伟的是我自己，你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？因为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喊你失去余伟的人其实是我。别想这么多了，摸一摸就不疼了。想哭就哭吧，在我面前不需要伪装。